今天我跟大家报告啊，跟李老师稀有的姻缘。跟李老师认识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，朱老跟老师同年，老朋友，也是虔诚的佛教徒。晚年他是一个国民大会代表，住在台湾，他也学佛，告诉我，劝我离开菩提，到台中啊跟李老师学教，我也很有兴趣。我拿着李老师的介绍信到台中去拜见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也聚集一些朋友同学，接见的时候告诉我，他说到我这边来，我有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你能遵守，你可以来；三个条件不能遵守，你就另请高明。我说哪三个条件？第一个，你过去所学的，跟方先生学的，跟李老师学的，还跟禅云法师学的，他没有说名字，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，从今天起统统的放下，你才能跟我学。就是避免教学当中我们会想到，从前张家大师怎么讲的？那不作数啊，完全全心全力跟他学习啊。这包括在台中这个期间，无论是哪个法师大德居士到台中访问啊，他们的讲演或者他们讲经，通通不能去听啊！换一句话，就专门听他一个人的啊。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从今天起，你看看文字，无论是释法佛法，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不能看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有期限，修学期这个限，有期限，5年，5年之内一定要遵守。我就接受了，确实，接受之后依照他老人家教导。3个月有效果出来，心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东西不能看，不能听，头脑清楚，得这个好处。我向老师做报告，老师点头，所以台中求学常到古时候的师生关系，以后没有了。我们如果教个学生，要教你只听我的，不能所有任何学东西都得要放下，没有一个人服你。所以，我大概是受这种教育最后的一课，我以后没有人，
我也不敢像李老师啊，这种限制学生，不敢这样做法，啊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李老师确实戒心相应，啊，从他生活当中很难得，他真的是日中一时，啊，而且他是自己照顾自己。到95岁才答应接受两个学生照顾他，叫郑胜阳跟他姐姐。95岁之前都是自己照顾自己。啊，吃饭很简单，山东人喜欢吃面，面食容易做。啊，一个小炉子，那个时候的炉子是烧煤油的。烧煤有点炉子，比烧煤干净一点，啊，电器这些东西都没有，啊，他一餐饭的时候15分钟解决，啊，水烧开，啊，青菜放在水里面煮，煮熟了滚开了，面条下去之后。锅盖起来，火就熄掉。啊，等煮开之后，火熄掉，停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从煮饭的时候不超过半个小时，很简单。我看的时候很欢喜，我也就跟他学。我学到。8个月我才告诉他，我说老师，我现在也是日中一时啊，但是我比他吃多，他一餐2个小馒头，他就像这么大小馒头就够了，我都要吃3个啊。他问我身体现在身体很好，他桌子一摆，一直下去坐下去，一生不求人，人到无求品质高。我们生活简单嘛，他一个月生活台湾钱2块钱，我要3块钱啊，2块钱没办法，能够做3块钱啊，所以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钱，60块钱和美金2块钱，美金1:30嘛。他的收入不少啊，我估计收入有400-500块钱呢，通通做慈善事业，啊，自己一分钱也不留。穿的衣服，原先我们不知道，往生之后才知道，都是缝缝补补的，自己补，没有人晓得。啊，所以我对老师一生的行持。教诲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老师教我们要继承世尊的遗教，那就是教学。教学就不能离开讲经，讲经是在讲是自利利他。你在讲经之前要备课，要准备，这是。对自立啊，讲出来或者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帮别人解除疑惑，这是利他啊，自心利他两样同时进行啊，学生要求的跟古圣先贤是一同样条件，老师听话真干啊，那个真干就是你真做到，他在旁边观察啊，你在这个团体里面的生活，你所表现的啊，你想的，你做的，这个是
非常稀有难逢。我原来想的时候，每个人跟李老师学习大概都是这三个条件，结果一打听一问，没有，只有我一个。啊，我的好处就是听话，啊，真干。在台中做了一桩佛法讲的大功德的事情，这个大功德的事情就是把台湾大专学生学佛这个风气带起来了。啊，偶然的一个机会，大专学生学佛开始是周玄德老居士，周玄德老居士抗战时八中校长，我们老师三中，他是八中校校长，所以跟老师很熟，哎，也跟李老师在一起学佛，啊，是他搞的，在台湾大学有二三十个学佛的学生，组织晨曦学社，学校批准，正式的这个学社。那么周玄德老师到台中去看李老师，那一天我在，我陪老师，啊，把这个情形说给老师，老师听的时候非常欢喜。大专学生学佛，高等知识分子，大概不至于是迷信了吧？啊，一般世间人认为佛教是迷信，啊，造成很大的障碍。像大专学生学佛，好事。啊，我们把周老师送到车站，他回台北。走陪回来的时候，我跟老师两个人。老师，我看老师高兴，啊，非常非常欢喜。我就查了一下，我说老师，这个事情未必是好事。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不是好事？啊，我就向老师报告，我说老师，那是大学生呢。如果教他的教佛学的这些人，把他教歪了，教错了，以后什么人把他扶正过来？老师听我这句话之后，就很冷静。五六分钟之后，他就问我：“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怎么办呢？”问我怎么办？那个时候，慈光图书馆开成立才四个月，我们慈光图书馆可以办大专讲座啊！一个星期天的，上午两堂课，下午两堂课，中午午餐我们招待，让这个台中地区的大专学生。走路可以到达慈光来上课的，我们中午接待一餐午餐，我们来办的。我们有一训练一批学生，可以跟他两个辩论了。老师就采取了，啊，召见我很多次。我们在小房间研究开哪些课程，怎么办法，请哪些老师。啊，我给他出主意，就这半个钟，这一半成功影响可大了，全台湾大专学校通通都有佛学士，还有寺庙看到这是对佛法另外起了一条生路，啊，寺院也利用寒暑假办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请这些居士法师去上课，啊，这个影响造成整个台湾佛学的提升，啊，也影响到海外，这些学生在海外留学，就是我在海外弘法的基地，
我参加这个讲座十几年，认识同学估计2000人以上，啊，都变成同学朋友。啊，这些人到海外留学，拿到学位，找到工作，在海外生根了，都跟我保持联系，邀请我到国外去周游列国。啊，我知道他们生活很艰难，外国生活不容易。我说你找我来，只要旅费，啊，飞机票、交通费用、吃住，我一分钱供养不收。啊，我说你们这个准备这个，我就可以来。到那边之后，每个地方同学联系，就巡回一圈，大概要走10几个城市。这个化缘是这么来的，你是一般人的时候哪有这个缘分？啊，这个生活大概过了10年，啊，所以这个10年是宣传，啊，在海外这是一个基础。这10年之后，我离开台湾。移民到新加坡，啊，在新加坡办了一个短期弘法人才培训班，做得很成功。大陆上现在年轻人讲经说法的都是这个培训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对于弘法利生培养人才做了一点好处，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真实功德，啊，学同学要发心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素食不杀生，这是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我初学佛，张家大师教我3种布施，完全兑现。啊，最不可思议的寿命延长。第一次寿命延长是弘法利生，因为讲经的人没有了，常年不断讲经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啊，这一次延寿，我知道汉学院的使命。啊，汉学院真正兴旺起来了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念念不要忘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如经典上所说的完全真实，没有一句是妄语。要相信，要求生净土，就对了。求生净土是真实、永恒的成就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没走之前，我们努力把汉学、把儒释道兴旺起来。啊，这是无量功德，干这门事情。都会延着延寿，肯定的。啊，这是很少人知道，也很少机缘我跟大家说明，给同学们作为参考，谢谢大家。